圣保禄，公元第一世纪的犹太思想家，他和耶稣基督生于同一个年代，他不是十二宗徒之一，不过亦都是耶稣亲自拣选的。他曾经迫害基督徒，但是最后就成为基督宗教的伟大圣人。他传教的足迹遍及小亚细亚和欧洲大陆，对福音的广泛传播居功至伟，举足轻重。在教会内，他的名字经常和宗徒之长伯多禄相提并论。保禄是福传者，是宗徒，是殉道者，是圣人。二千年来，无数传道者以他为榜样，世世代代成千上万的朝圣者都渴望追随这位传播福音者的美丽脚步，寻找他的足迹。保禄传教的过程就是他的信德成长的过程，他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自己信德的过程。所以我们行保禄这条路，我们同时不知是想知道历史上两千年前保禄是达到什么，更加重要我们看到这些地方之后，我们懂得反省我自己的成长会怎样呢？我现在信德的方向是在哪里？为了进一步认清自己信德的方向，十一位神父和一位主教组成了保禄福传之旅朝圣团，展开为期27日的朝圣旅程。朝圣团主要途经小亚细亚和欧洲，尝试追随保禄传教的足迹，重新检视福传使命和铎职的关系。保禄原名素禄，他是犹太人，自小学习梅瑟法律，他是罗马公民，能够讲流利的希腊语，他是法利赛党人，对祖先的传授富于热忱，所以他忍受不到耶稣新兴教会的存在，曾经疯狂地迫害基督徒，直至耶稣在接近大马士革的地方显现给他。素禄，素禄，你为什么迫害我？耶稣开启了保禄的心眼，还特选他向外邦人传教。自此之后，保禄就由一位迫害者奇迹地转化为一位传道者。他满腔热火，一心想在复活的基督再次来临之前，将这个新信仰传遍整个罗马帝国。他曾经三次远行出外传教。披色迪亚的安提若基亚古城在现今土耳其的中南部，保禄第一次远行传教，去到亚细亚，这里是第一站。保禄每去到一个地方，都会先去当地的犹太人会堂讲道。这里本来是犹太会堂的所在地，后来被改建为世界上第一间奉献给保禄的圣堂——圣保禄堂。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有保禄的第一次记录的道理，都有埋呢他第一次说他要向外邦人传教。我们今天能够做到一个教友呢，外邦教友呢，就是因为保禄在这个地方做个决定。如果你犹太人不接受教恩，我就今天开始向外邦人讲。所以可以说这个地方都是我们教恩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保禄以他雄辩滔滔的口才，令很多人都顺从了福音。但是保禄传教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在很多地方，当皈依的人越来越多，就会引起保守派犹太人的嫉妒，一起反对他。保禄传教最成功的地方，可以说是位于加拉达区的德尔贝教会。在这里，他从未遇过任何困难，亦都没有人反对过他。德尔贝在现在土耳其的南部，
一望无际的田野和一些小泥屋，看不到什么古城，因为德尔贝古城仍然埋在地下，未被发掘出来。保禄对自己建立的教会好像慈父关怀自己的仔女一样，其中一个他钟爱的教会就是厄弗所。厄弗所位于现在土耳其的西部，当年是各个民族文化荟萃的地方。中途大事录提到，保禄曾经有两年时间在厄弗所的提朗诺学校宣讲。所谓学校就是好像这间采尔所图书馆这类的地方，由一些有钱人出钱兴建，然后开放给公众使用。保禄会坐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坐下，这些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外邦人可以来听，如果是会堂呢，外邦人入不到嘛。所以保禄是很厉害，他很 flexible，他知道如果他真的 要传教的话给大家听，他一定要去一个公共的地方。为了广传福音，保禄经常走到人群中间，把握不同的机会。今日的图门拜雅就是昔日繁华热闹的厄弗所市集。保禄呢传教那阵时最成功就是这些地方，因为自由的地方，你是一个罗马公民，你什么都可以讲的，企在柱上面开始讲话都可以的，是的，就是黑拍这样所以呢这个地方为传教是很重要。这个地方是一个公共的洗手间，保禄他们就是这些地方都会传教的所以福音不可以说只是圣堂里面或者神圣地方在这些地方都可以找机会传教啊，问题就是逼少少咯。不过呢，事实上呢，这个地方是为传教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当然没这样说，不过圣经时时是说人聚集的地方，人聚集的地方，其中一个很 social 的地方就是这里了。保禄在厄弗所三年建立了兴旺的教会，还派遣门徒到整个亚细亚传扬福音。在传教的过程中，保禄一直得到圣神的指引。有一晚他看见一个异象，推断是天主的召叫，于是他们就由亚细亚的加拉达区，即是今日的土耳其境内，去到欧洲的马其顿区，即是今日的希腊境内。耶稣的福音呢，就现在是变成罗马帝国的宗教，就是这样开始。保禄即是咁简单的一个行动过咗，咁福音就传到全世界噶啦。去欧洲呢个行动睇嚟好简单，但系对于基督宗教嘅发展就意义重大，因为基督宗教日后对欧洲嘅影响，比喺世界任何一片大陆都要深远。我哋喺使徒生活中，都有呢個 turning point， 呢個 cardinal point。Yeah, yeah. 有時候我哋好似係保羅咁樣，喺亞洲做嘢好舒服㗎，講個語言個文化好熟悉㗎，好舒服。不過有時候我哋需要過岸，有時候我哋要做一個決定，要放棄呢、這個舒服嘅習慣嘅環境，去接受一個新嘅挑戰，過岸。我们怎样回应这个圣神的挑战呢？去过岸呢，他应该好像入到中途一样，是时候要到的时候，如果要面对一个新的环境的挑战的时候，都应该落落大方地接受这个新的挑战，接受圣神的指引。腓力伯教会是保禄在欧洲开创的第一个教会，而保禄在欧洲归化的第一位基督徒李迪亚，就是在这条小河接受保禄的洗礼。腓力伯位于今日希腊的北部，昔日是马其顿区的商业和军事重镇。在这边的贵妇捐了很多钱给他，
同埋我哋相信呢笔钱佢都系用嚟攞去到耶路撒冷帮嗰啲孤儿。所以虽然佢系好中意特意配嗰啲教会，不过咧佢最大嘅恩人，保禄最大嘅恩人系腓利伯嘅教会。所以佢写嗰封信咧，佢冇留学佢哋噶。嗰封腓利伯人孙系好感恩嘅，好多感恩嘅说话，同埋咧时时要佢哋开心吧，你喜乐吧，或者我哋叫嗰个 The Letter of Joy。保禄话：我如果唔传福音，我就有祸啦。佢嘅传教热忱使佢勇往直前，无惧被殴打、监禁，终于使主嘅道大为发扬，日渐坚固。圣保禄中道佢哋同埋其他中道佢哋当时啲传教士，佢哋嘅足迹吓，经过咗好多困难喺处吓，系面对好多唔同嘅环境，佢哋都系经过好多嘅困难挫折，咁亦都对佢哋鼓励嚟嘅。即系有时我哋都会有一份咁嘅理想。但那份理想不代表我们一定可以完全去做到天主要我们做的事，都要在那份经验之中不断地去学习，去接受面对生活中很多我们想不到的挑战。保禄的积极进取、坚毅自信的确有助他传扬福音，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的年少气盛亦都曾经令他进退失据，使他跌倒。他是好像你好像我这样，有他自己的缺点，他脾气又大，他思想又要慢慢发展，在一个不成熟的变成一个慢慢成熟的一个人，每一个事件是一个成长的机会。保禄自称比同族同年纪的青年更急进，在第二次远行传教的时候，他就曾经因为一些小事同一直赏识他提携他的恩师巴尔纳伯发生争执，最终更分道扬镳。又有一次，保禄曾当住众人不留情面地教训中途之长伯多禄，或者他是急于想证明自己确实是主耶稣所拣选的器皿，而他所传扬的福音是真确的。经一事长一智，保禄在他传教的过程中不断反省，不断成长。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长处和短处，从保禄的长处短处之中都给到我们人是彼此接纳。其实这个都给我反省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事都不可以太过这样太过直接咧，你对待会反而有时会有啲反嘅后果啦。时也命也，天主喺呢个适当嘅时候，揾一个唔适当嘅人去做适当嘅事啫。雅典嘅巴特隆神殿，优美、典雅、庄严、秀丽，令人神往。在雅典有各式各样的神庙，甚至有一座献给未认识之神的祭坛。保禄就地取材，巧妙地利用雅典人对神明的狂热，跟他们说这位无名之神就是耶稣基督。可惜保禄在雅典的宣讲成效不大。两千年前的希腊是一个民神宗教的地方，雅典这里是民主的终身。保禄来的阵时他就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怎样去告诉一班人听耶稣基督是真神，而希腊的民神都是假的，为我们今天来这里朝圣是一样。我们怎样去带领一个耶稣基督给这样的世界呢？雅典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是文化和学术的摇篮，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发表他的哲学思想、新奇言论。保禄最大的失败这里呢，不是人要 challenge 他、要挑战他、要攻击他，而是人呢是麻木了，是没有 feeling
你讲乜就乜咯。我哋呢度又有呢个思想，嗰个又嗰个嘅思想，周围都有。雅典嘅经验令保禄明白，传福音唔系在于高超嘅言论、动听嘅言辞，而系在于天主嘅智慧、圣神嘅德能。格林多，罗马帝国嘅商业名城，位于今日希腊嘅中部。保禄曾经喺呢度住咗18个月，归化咗好多人。喺呢个地方，佢要面对好多嘅呢啲西方嘅哲学，好多 challenge， 好似雅典咁样。不过佢能够接受而家，雅典佢唔敢接受，失败佢走咗。而家佢嚟呢度反省啦，咁佢就接受咗，用翻佢哋嗰套啦，嚟讲翻耶稣基督。可能我哋自己都要咁做，喺堂区入边讲嗰啲神神化化、掂唔到人嘅事实嘅生活嘅咧。Religion is divorced from life。如果我哋能够掂翻。Daily life context， 咁我哋可能真系会带耶稣到人嘅屋入边、人嘅厨房入边、人嘅工作室入边、人嘅学校入边。咁我睇到圣保禄佢建设团体咧，都有成功嘅地方，都有一个所谓理想嘅或者失败嘅地方。我相信我哋每一个读职嘅人都遇到咁嘅情况。我觉得圣保禄嘅经验俾我哋睇到，唔需要惊，有圣神带领我哋。在初期教会，保禄备受爱戴，同时又屡被重伤。在传教期间，他多次被驱赶、攻击，尝过不少苦头。现代有圣经学者甚至称保禄的复传之旅为他的苦路。不过，保禄一心只想向着他的标杆直跑，为了赚得基督，义无反顾。完成了第三次传教旅程之后，保禄回到耶路撒冷，被人诬告，然后被捕。他要求向凯撒上诉，于是就和其他囚犯一起由海路被带去罗马受审。他们在海上不断遇到风暴，以致船上200多人都惊惶失措，没心机吃东西。保禄安慰他们，劝他们吃饭。保禄年轻那阵子，你睇佢哋嘅书信入面咧，系好多好多理想。佢系想 upkeep 佢嘅理想到连埋友情朋友佢都可以咁样留落去。不过咧，佢年纪大嗰阵时嚟咗呢个地方，你发觉船要沉，人要面对大危机嗰刻，第一句说话就系、是：大家都肚饿，14日冇食饭，我哋大家食餐饭先吧。系好人性。好有爱德嘅人，呢个系一个成熟嘅保禄嘅反应。保禄佢哋搭嘅船喺麦里达岛搁浅，麦里达岛就系今日嘅地中海度假胜地马耳他。喺岛上滞留嘅3个月期间，保禄虽然系囚犯嘅身份，仍然继续传扬福音，又帮人医病。咁虽然科学考古是证明不到他真的这个地方沉了船，不过最重要是他信德的旅程是重要过他真的沉船的这个、的旅程。他是来到这个地方，他是学到人生命是重要过他的理想。这个就是我们读职的责任的使命，我们要来带生命给人。风波越大，需要生命的更加多。我们能不能够做到？是船会浸的，会沉下去的。但我们不要 focus 在那个 negative 那边，我们应该是 focus 在我们最接近的左右的兄弟姊妹，他们是最重要的。你能不能够带领生命给他们呢？保禄传教的最后一站是罗马，保禄生命的最后一站亦都在罗马。罗马永恒的城市，帝国的中心，
教会内两位最伟大的宗徒，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殉道之地、葬身之所，今日成为了普世教会的中心，基督徒的圣城。行了25日的这个路程，我们是一路去看耶保禄呢是怎样成长，一个年轻的保禄很多很多的这个理想，很多很多的爱火，他呢是慢慢慢慢要成长。来到罗马，他发觉他要先爱人，他爱人他就能够爱主，所以他最后写那些书信，大马德前后书大多，你看里面呢是不停地叫人去爱，去包容，去宽恕。在罗马，保禄过了两年囚居的传教生活之后就被释放，直至罗马皇帝尼禄迫害教会的时候再次被捕，最后在公元67年被斩首，为主殉道。保禄死那刻，他还有个理想，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最理想的一个 model。 不过呢，是要追求这个理想中不要伤害其他人，不要搞到其他团体分裂。保禄就是罗马这里过了最后两年的生命，被杀死在这个大殿里面埋葬。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保禄在他步步风尘、孜孜不倦的传教生涯中，有成功，有失败，有跌倒，亦都有成长。朝圣团追随保禄中途的足迹，到了他埋葬之地圣保禄大殿，可以说是告一段落。朝圣团环绕住祭台跪低祈祷，将应该放低的都在这里放低，之后又逐一接受随团李主教的浮手。这个是祝福，亦都可以说是派遣。祝福和派遣他们在以后的日子，在各自的岗位和职份上继续荣耀上主。保禄他所行的这30年的朝圣的道路，同时呢都是我们灵修的道路，我们灵修成长的道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勇敢去学保禄，去爱主，去爱人，去自己成长发挥，同时都给其他人机会去成长发挥。这样我们会发觉呢，耶稣已经在我们当中，天国已经在我们当中。